两个王者赢了，真的假的？王者能行吗？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Ah, 跳屏了，跳屏了！哎，别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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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加速啊，没问题啊，我也没动它。啊，好了好了好了。我想跟他换闪。跑走了吧，还行，那就不亏了，不然补刀我应该比他少一点。他没点这个回血的，这个位置很容易被打呀。他也不钻我的内圈。哇！啊！下路单杀了。他是得再等六级的。一二三，一二三，四级二。
这波必须原地 Q 闪，贴太近了。他叫什么？雷什么？出生命值。什么？撤销不了，那就这样吧。办法，他抓我，你要帮我守波线，可以吃波线兄弟。What was that? 葛雷夫，罪恶城市，葛雷夫，没意，我已经在后退了，我想外圈哥蹭他一下，他从这边跳过来，我眼也不太会给到这一边。我的评价是扎克确实猛。好样，怎么感觉看到那走位扎克还在附近。扎克不在，你跟我装逼啊！哥们儿是看扎克才给你面子的。本十块钱吧，这饼干留一手。Kick。他奶奶的想断线是吧？打 miss 打 miss， 进野区了。男枪怎么只会刷？男枪定域在韩服也是通用的，是吧？男枪是这样的，是吧？在哪都是刷了不干事儿。我倒要数一数，排到男枪是什么情况？主播的男枪定律还真没问题啊。把扎克换过来，对面早十五了，可是搞来搞去，我说实话，扎克换过来，对面包十五的呀。
减速，当个减速用。中路被抓闷了，哎呦失误了，抓紧拆吧，其他路怕是顶不了太久了。CD 太快了，我在留 EQ 的，用 CD 好不了。哦，复地了。对面五重了，不好整了，是我两个塔皮应该是。Every team dies, some faster than others. 现在对面这个小火龙是有点废了，主要是他们这个他们这个打野现在有点超模，他抓我也是必死无疑的，跑不掉的。打下路好一点，我先不出去，很危险，他在埋伏我，十面埋伏，现在是出去感觉就立马就死了，感觉是活不了一点，除非扎克露头了，他想保下路。红也没打，这干什么？这打红。我感觉蛇女不死有机会能打你。蛇女打扎克应该还挺痛的。扎克战斗力太夸张了，打不了啊。Nothing they build can keep me out。是永恩的问题吗？我觉得是蛇女的问题。啊，不是那个。等牛头来。这个扎克得我来打了。
还是有机会的，主要这把我比较肥，我要是不肥结束了。但是没办法，少个打野谁又能玩呢？是不是？对面打野疯狂抓我们中单，这没办法，被抓烂了，真的是。蓝翔是这样的，他只能配合队友，可能有点。废的厉害。If they will give up their power, I'll tear it out of them. Okay. I'll charge the overlord of circuits. An ally has been slain.打不了，打不了，快撤！扎克都没发力呢，雷文没闪了 ，OK。我没扫描，兄弟，等我回家记得换。The strong will rise.太变态了，哥们！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重伤了，worthy adversaries are the stones that sharpen our claws。队友又在干什么呀？可惜我的拉用掉了，不能回了，不能回了，他连我都想直接越啊，就那么离谱。你追包有人的，看你吧，我是不建议追的。在。
打不了龙吧？有个永恩还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打不了，直接毙了。带把线带出去。买个重伤吧，不买重伤真顶不住了，又是焚天，又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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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人都有回血。拿起来了，我们先不打。看能不能顶小兵吧。果断一点，我杀他们就。这男枪怎么又死了？你不死我们就可以开大龙了呀，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来我们可以开大龙的，这打野又死了。虚弱给的不好啊，好歹是把扎克杀了，谁的大人头？葛雷夫，喂，白拿了。他就喜欢出收集者，给他 K 头啊、哦，还没闪，等我下个闪现吧。我注意力放在其他人去了，然后瑞文直接杀了个回马枪啊。迷路了，没必要踢了。
该不敢带。怎么减速不了他？是因为他的迅捷步伐加速了。哇，好实话啊，这局配合的不是很好，这好像还是切掉了他们的后台。哦，估计这波是打不赢的，因为我不干。牛头。他还不出大青雨输了个烂黑切，我操！啊，这个烂小龙伤害太高了。全是真伤，烧了我1453。真伤这种东西没办法，他真没办法，不行就算了吧，等大龙。算了吧。锤他呀！这怎么不一上去打他呀，男枪发育了半天就知道跟他混。哎呦，一上去呀16就不敢打14级，哎呦真无语了，只能买这个，买不起那个贵的，没那么多钱。上去啊！一上去，哎，坏了，没二连起来，不行了，坏了，他被 Q 到了。掩护一下吧。要被一波了呀！把兵线清一清，或许他们一波不了。应该拿资源去了。还能放啊，主要我们没有那个，还没有出那个龙魂顶。现在对面的这个核心人物换了，现在是这个小龙。
点烟他吧。稍微能延缓一下进攻时间。交了个闪好亏啊，早知道不交闪了。后面有个蛇，我没看到他。他这个迅捷步伐加速有点快。哎，我闪现留着切 ADC 呀，还后悔。哎，你在逗我吗，兄弟？我的发，没事没事没事。这两个王者不太行啊。这贴脸二连失误了，这两个王者不是带练上去的吧？啊，什么情况？他没闪，把这个他。虽然主播牛头也经常失误啊，他这是主玩的嘛，我感觉这个指南枪没出大金鱼他打人不痛了。可以出手挺好的，出的盾弓很肉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也被打倒了，好痛啊！都是一百多血的真伤在那里烧啊！太痛了。哦，好重要，还能守，还能守，还能守。啊，太痛了，我开不行啊！这 Q 真伤烫了我3000血，兄弟，哥们总共就4000血，太痛了。
把 AD 杀了，还有机会。买个韧性药，输出药买不得。中路水晶应该要复活了。再试试吧，虽然很难，但是还是有一线机会的。机会啊，把它顶过来，把它顶过来，又撞墙了。拉到的，我拉到有一点点机会。我也没开到他，我拉歪了，应该往上面拉一点的。我回放一下我自己的闪现空翼。